你看他们在那儿。对了，他今天进了。他是老板，滚一边去。婷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今天你这婚就结不了。孟少，这。老公，别怕，等会我们换个地方拍。换什么换？直接换人，来，把衣服脱了。阿姨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我让他把衣服脱了，给婷婷换上。不可能！当初你不是要跟婷婷结婚吗？现在我同意了。晚了，我跟婷婷分手已经一年多了。再说了，我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如果您是来祝福我们的，那我感谢你；如果你是来闹事的，那别怪我不客气。不客气，我今天都要看看你怎么个不客气法。来啊！小莫，当初都是阿姨的错，你有什么气就冲阿姨撒，阿姨不怪你。只要你跟婷婷和好，要不然婷婷会恨我一辈子。婷婷，你们这是要闹哪一出啊？你是故意来整我的是吗？你认为我没有脾气是吗？怎么，你还想打我呀？我说姓孟的，我都跟你道过歉了，我说过了，都是我的错，跟婷婷没关系。他是爱你的，你听不懂吗？爱我，他是爱他自己吧。孟少，你说什么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当初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嫌弃我是个送外卖的，说我给你丢脸了。你嫌弃我家是农村的，没有钱。我进你们家小区的时候，你都让我把外卖衣服给脱了，说我给你丢脸了。逢年过节去你家，我大包小包的，你妈说我买的东西便宜了，专挑贵的买。你认为我挣的钱来得很容易吗？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呀？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本来就不行，再不努努力，吃屎都吃不上热的。孟少，我问你，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家问你要60万的彩礼都拿不出，现在你跟他在一起，有房还有车，他哪里比得上我？他哪一点都比得上你。他跟我说，结婚的时候不要彩礼，不要车子，不要房子，只要我有一个男人有的责任心，给他一个温暖的家，他就嫁给我。而你呢？你们家动不动就要10万的彩礼，车子房子都要全款，不要以为你是狮子座就可以狮子大开口。你，他哪里配得上你？他陪着我从贫穷到富有，没有放弃，一直鼓励着我，一直默默支持我。我现在拥有的，他值得拥有，而你，你不配。走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他家的彩礼是100万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。